新北市金手培训计划四年有成，在去年呢，总共112位的学生在技艺竞赛获奖，不管数量还是得牌的名次，都是历年之最。那么市长朱立伦也希望这份金手的荣耀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美国的 ，Hello, my name is Heidi, and I'm from New Taipei City. 英国腔、美国腔自由切换。新北高工应用外语科的王元佳，没有出国留学，也能说一口流利英文。我对英文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很喜欢看英文的电影，然后模仿里面的人的腔调。所以，看美国的电影就会有美国人的腔，看英国的电影就会有英国的腔。从职场英文原意到应用设计、文书处理以及汽车喷漆，五项职种五位新北学子。他们都是全国高中学生技艺竞赛的金手奖第一名，来鼓励这些能够获得第一名的技职的同学们。我觉得他们有一技之长，而且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，将来一定是社会最棒最有用的人。市长朱立伦也亲自与获奖学生面对面进行交流对谈，还不忘将这份荣耀传承下去。荣耀的传承，我们新北的选手强棒接强棒啊！新北市金手培训计划四年有成，去年共有112位学生获奖，不论在数量或得牌名次，都是历年之最，代表技职教育也能闯出一片天。记者胡志新、文凯晨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